现在老师回答差不多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好，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情形在外面这边。那你如果要看大家情形，按一下进度，有没有？大部分是都回答完了。好，那您看这边，这个有打勾的，就是过关了嘛。好，但是后面这边就不一定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刚刚讲过，这是不是练习题？所以有老师练习了四次，终于过关了。可是重点不在几次，重点是我们要知道它错在哪里，对不对？这比较重要。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因为各位你只能看到这里哦，我在这边点一下，你点那个有没有？你看，哎，这个，看一下这边，这里，好哦，这位老师这样子，我就知道他中间有一个用猜的。你看分数会突然下降的，一定是有用猜的成分，对不对？就表示他有不懂的嘛。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啊，我要看这一次是哪两题错了。你看第一题错了，第二题有没有错了？我们这样子对学生那个学习历程是不是比较帮助？我们要知道是他到底会还是不会，而不是说分数多少嘛。哦，这个是像这样有没有比较简单？有。好，再来我们看这里，请问二十四节气到底是农历还是国历？啊？二十四节气啊，这个题目好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答错的越来越多了。老师终于过关了，因为答案当然是国历啊，它不是农历啊，农历是中秋节叫农历啊，好累白啊。哎，因为中秋节每年的时间是不是都不一样？但是我知道是八月十五，不行，但是是农历的八月十五，对不对？哈、哦，哎，所以二十四节气，还是哦，哈、哦，是国历哦。哎，老师刚在看这一题的时候，你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在看这一题的时候都有那个呢，都有单元说明，有没有？你都按我了解都没讲，点比看卖哦。我答案那种公布底下呢，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啊，哪一个味道不是味蕾的？好，果然也符合这个预期哈、哦，只有这个人答对了，辣味，辣味是痛觉，嘿，鲜味有哦，虽然我们好像酸苦甘辛甜，有没有？但是鲜味就是咱迄小可臭臭的味啊，我们都还是好新鲜，有没有？鱼很新鲜，有小可一点点臭臭的味，好像我们那个味精，他下味精，然后提味大师那一种，小可一寡臭臭安尼，吼、哦，那个是有的，那是味觉可以感觉得到的，所以辣味是痛觉哦。哎，所以如果你不确定，没有关系，你就到这边，你到这个地方，你刚刚按下去的时候，人家我上面也有写正解。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好，可以去看一下。好，再来我们往下看，哎，这个果然也符合预期，你把老师想太复杂了，叉叉。然后呢，当然也是叉叉，正确答案是高度，是的，它是影片的高度哦，它并不是影片的宽度，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影片的宽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平常在看影片的时候，你在看影片的时候，我们在按这个，你一定有看过什么比这个数字是还大的，对不对？那这个的话呢，我们真正到 YouTube 上去找一下，现在最多的其实是什么 8K， 您可以找一下有没有 8K 的，你再这样进去看，你就会发现哇，数字有没有好大好大，对不对？那这边的话最简单的，从这边，这是320×240，这大概是以前我们讲的 VCD 的品质，然后这个是640×480，这个是720×480，这叫做 DVD 的品质。那这个以上有没有发现后面都 HD 的，这是1280×720，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到的1920×1080，有没有发现这样都是高度，再上去都一样，好、哦，都一样，好，就16:9，这样老师有没有比较清楚了？哎，所以这个很容易大家会有误会，好、哦，会有误会的哈、哦。再来涂鸦题，
偷看一下，哎，真的有老师答错呢。正解是谁？就是这两位啦。好，这一位，幽门在下面嘛，上面叫奔门。所以你没看那公狗哈，那个帅哥啊，有没有？唱还有唱歌的啊，搬家的啊，还是唱歌的啊？啊，怎么一恰声，有无？还是那叫做灰小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奔门没有关好，它会有胃酸逆流啊，就会因为胃酸是不是沿着食道上来，所以像火在烧心嘛，因为它会经过心脏的前面啊，食道啊，安尼有无？哎，所以那叫灰小心嘛。好像这样子，所以正确答案在这边。这样有没有发现用涂鸦的这种要作弊就比较难？或者说老师比如说是实验题啦，还是有那种操作顺序的，他就不容易怎么样去用猜的，好，不容易用猜的哈。好，这个是这一种。那如果是这一题就更好玩啦，这是不是影片题？所以您看看，这位老师就是直接从。这就是我嘛，刚刚那一个，就是看了之后马上跳到三分十四秒，有没有？这位老师好认真，他有认真看完，从前面看过来，然后这位老师还有快转到后面顺便看一下。那我怎么知道他看到哪里？就点下去。哦，原来老师已经看到六分钟了，有没有？这样会不会很过分？这样如果老师说，哎，同学回去要预习哦。没有，老师应该知道回来的答案就是老师有就问有没有同学有没有预习有，哎，我就看看有没有预习，对不对哈？不然你怎么知道他看哪里？哎，这个是 OneNote 的一个特点。那如果他有重复看的话，我们这边比较看不出来哈。有重复看的话，颜色会比较深，颜色比较深，所以你就知道说，哎，其实像这位老师就直接跳超过我们那个时间了，他就已经错过问答题了。他没有看那里，哈，他就直接就跳过了，这样有没有比较好玩？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让老师先第一次去接触一下，说，哎 ，OneNote 其实也可以这样用，就是即使我们是要跟我们不在于说知道就是要做所谓的测验成绩多少，而是透过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比较清楚了解同学的一个整个进度的情形啊，学习的状况，这样也是蛮不错的啊，所以先让老师知道一下。